的运动服设计的，就是当我们穿了以后会非常干爽，因为传统运动服可能穿了以后呢会湿透了，黏腻，很沉重，不透气。这款运动服呢就可以快速的把汗液单向的排到外面，根据人体出汗率不同的区域，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形状，很快很好的把这个汗水收集起来，然后把它移到这个底部。这款运动服是智能的，可以通过手机 APP去控制。我们和很多运动员有过交流运动员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呢，他如果出汗特别多特别热的时候，他需要消耗额外能量，如果我们这个运动服可以降低额外的能耗，可以更好的促进他的运动表现。奥运会即将来到，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这款全新的运动服可以帮助到运动员。